问题讲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就说现在，我刚才说了，公检法三方是哥三个好，能互相照着，明白什么？因为他有家长在里头，他有家长这个征求部啊。但是现在有一好处，就说这个家长一面出面说了，我们这孩子问题太好解决，一面他都出来了，证明说咱们是有冤情才得出来的。如果说没有冤情，这里没有败坏人民的犯罪行为在里头，他能出来吗？他不能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大家知道刚才老提到义林的问题，义林现在你听了几次那不行，因为什么呀？义林它属于传销，传销在司法上来说，人员就属于犯罪的司机，你不受法律的保护，所以通知政法委，政法委他就抓你，他没有理。咱们是有冤情，而且咱们现在别说了，咱们属于投资受害人，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。所以说我说呀，第三个问题，咱们就说这个司法的问题。一定要咱们要就是说坚持咱们的自己的信念，是吧？咱们这个问题应该要是这意思吧？就是说，哎，咱兄弟，所以说我说第三个问题。